Hello， 水瓶们好，欢迎收看《百变玩具屋》。本期节目，我们一起来和我们的光头强《熊出没》为我们带来一款玩具，这是我们的猪猪侠星钻积木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狙击棒、积木双拳。我们一起来和我们的光头强来开个箱吧，把我们的这一款猪猪侠积木把它倒出来。这是我们的说明书。这是一个长方形，前面放上一个正方形，在中间放上一个蓝色直角，这是我们的零件固定好之后，在我们的后面这里放上我们的一个机头。这里放上一个灰色的长方形，这是我们的这一款猪猪侠星钻积木玩具，
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款积木猪猪侠拼装完成。我们用我们的这些零件组装了我们的这一款战车玩具，我们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